再加球。
单回来，所有东西都丢掉，所有装潢都拆掉。他顶个屁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顶个屁。我说上一手那个，那等于是把40万丢掉了。关于上一手那个卖一本料理热水票，那个老板知道，那个45万有给你，然后那个零钱。像我用的，该用什么还用？我说你说那个是那个中冷啊，大德路那里。如果你们去里面，在外围。外围，我其实是下午那个中冷市场。那早餐店是在外围，在里面。没有在市场里面，在外围。外围。外围一条巷，那条巷生意还好，里面生意不好，里面都挂了。外围，还有通常那个菜市场，那个石门市场。生意是最好，租金超贵，而且定位很好。那你那个他那个店面要多少钱？5万5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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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是不是早餐店那个5万5？对，店面不贵啦，租金。那个也因为它蛮大的，十几平的，60平。连地下室有60平。还有地下室啊？租金不贵。有新人好啊，不然都是打来打去。哎，我要拍了，小时候拍完都不传的。怎么有这